的第一个妇女节，不知道白豆腐会送什么，我们一起帮他参考一下吧。八音盒，暖宝宝，丢盘，拿着。这什么？镯子。排山倒海。给你的。骨头。新鲜的，还能熬汤呢。生日快乐。谢谢，你给我的礼物呢？Excuse me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那我的歌声有没有很动听呢？都说礼物最重要的是情谊，我送首歌给你怎么样？你要是敢唱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我就知道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男生节、父亲节、六一儿童节的礼物，我一次性都给你买好了。鼠标、键盘、游戏周边，这不是完美是什么？那我的礼物呢？情人节不是给你发过红包吗？五块二毛一，我不好意思发朋友圈。那你就发我帅气的照片啊！我发出去，他们只会说这是哪来的表情包。那你去门口看看，有我亲手准备的礼物。最佳女友，余生不用你指教了，我自己下锅吧。老婆，有样礼物送给你，这个仿生包包是今年的新款，背在路上不怕被人抢，还能防身刀枪不入。这是限量款吧？谢谢你啊，老公。客气。老公，老婆，老公，还有这双高级定制的多功能鞋，非常适合爱护环境的你，你喜不喜欢？老公，你有钱的话直接转账给我不好吗？不好啊。你升级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？开学刚拿到的生活费，充值买了个装备送你。好巧，我也是。我也来试试。其实，我也有一个礼物想要送给你。女生节送大宝剑，你游戏玩疯了？这装备是我用命换回来的。你是个好男孩，可是我太漂亮了，你配不上我。你认真的吗，周冬雨？是啊，黄渤。这次的礼物是我妈挑的，我这个直男完全没有参与啊！打开以后。一定要 surprise 惊喜。我收个礼物还要学表演，我妈的眼光不会错的。这是点儿小礼物。哇塞，环环，朕也有礼物要送给你，不过又是些口红包包，臣妾不要也罢。这次送的没哪个皇帝送过，让寡人瞧瞧是谁在装逼。你看，这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。上次看到这个梗，我还是个小学生。小学生还值得送文件呢？你看人家蔺相如，就送了继儿一卷透明胶。你也不说送我点什么，真羡慕人家景甜。收到的不是主角剧本，就是好莱坞邀请。那你，也不看看人家，设计起来多用心，多认真。你不看看人家男朋友，人帅嘴甜，没事还送惊喜呢。跟我念，皇上 ，Yellow up，Yellow up。右曾客，一周年纪念日都不陪我，真想用手铐把你铐起来。难怪突然送我个手环。下次麻烦送手表，考四级不看时间，都不知道听你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反正听完了，你也不知道在说什么，但是为了不让你考完，哭着走出来，再送你个宝贝吧。
沪江网校四级全程智能签约课，用智能学习系统量身定制学习方案，29块全搞定，赐予你勇闯好莱坞的力量。 Hollywood I'm coming。 能不能消停，现在真的很难选礼物的。半年前就开始发各种微博朋友圈，你随便翻一下就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你每天刷屏，我岂不是要倾家荡产？你想要什么就直说啊。那你听好了， YSL 唇釉，买口红， CBB 隔离，阿玛尼红冠， Chanel 丝绒， Tom Ford 口红， Dior 变色唇彩， X Factor 粉底。工资卡都给你了，你倒是给我送点什么。王生在外行兵打仗着实辛苦，小女子想送个礼物给你。是我想太多。저도선물받고싶은데담해줄게약속할게요나랑결혼해줄래